质还挺刁端的。是的，妹妹走出来，哎，有机会啊！哎，这一波有点机会啊！可以，这边减速到。孙安布，这边一技能是 CD 的 ，CD 的，要不要逼个闪？闪现！哦，哎呀，孙安布这太大胆了吧！这个真的是胆大心细，我只能说。这个 Beyond 这波如果说捆到闪现过去的 Smap 的话，那就是一波 Top Ten 的操作，对对吧？我只能说 Smap 这个不闪现，恰巧反映了他的反应神经很快，他就是很紧，我觉得他的神经绷得很紧。是的，哇，这波不会要做一个入侵吗？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闪现的蜘蛛，而且是一个三级的螳螂。Scout 这边已经够了 ，Smap 闪现没有 W， 但已经伤害。哇，漂亮 ！Smap 这一波，这一波就是一个蝴蝶效应了，嗯，对吧？这一波的话 ，Beyond 他第一手出击没逮到，这个 Smap 胆子真的是大。哎 ，ADD 这边也开始 TP 过来 ，Deft 这边被卖了呀，反向逃跑，拖一下时间吧，赶紧清吃兵吃兵，要补几个兵，要补几个，这个人头要让一下，让一下 ，ADD 了，给 ADD 了，不给 ADD 说不过去。青钢影要开下锅啊，哎，就是前面没有要强行猜你的，这一波 ADD 没闪的呀，没闪现怎么办？没闪现很僵啊，现在这一波的话看谁扛塔，马塔先过来扛。哎，这个大招弹他，而且蜘蛛来了，这波有机会，感觉能杀一个吗？啊，青钢影先倒了。哎呀，闪现一下没有 A 下，哎呀来了，哎呀又没推到 ，Scout 这边居然是跑了，但是下路的组合过来能不能追到 Smap 这波是没有闪现，应该是必死了。蛤蟆是把这个人头拿了下来，但是他们这波感觉都，哇，胖将军这波怎么说要走吗？哎呀，青钢影的大招。胖这边是有闪的，还是吃在肚子里？不是一些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波火龙有没有机会？要不了。哎 ，KT 这边哦 ，KT 处理的不错，反手推中一塔，这个就让你很膈应了。你到底？但对方没有看到他，能抢到吗？哎，血量他也没有视野啊。先来杀 Scout 这边被龙给抬了一下 ，Scout 要死了，差一下。哇 ，ADD 拿到这个人头330块，能继续出来吗？马塔这边没有机会啊。马塔也是被青这个辛德拉一个大招直接带走，想去搞对方青钢影。青钢影现在已经学乖了。对，我从来就。哎，这把小开起来了，被盯到，杨子这边掉下来，直接被吃了进来。ADD 进场，这边先要杀 Deft 吗？但是伤害不太够啊，反而是 ADD 被秒了。这波 MVP 感觉有点血战，哇，瑞兹也是在侧翼是收掉了对方的 AD。哎，胖将军这一波，哇，闪现过来，哇，这波挺灵性的呀，闪现过来想坐车被晕了，杂技中单。但是 ADD 这边还是打不过 Smap 啊 ，Smap 这边还有个闪现，都有闪现的，这一剑，哎呦，哦，闪现 Q 吗？闪现过来，距离有点短，但是一技能好了，一好了，哦，这边一也好了，就差一个生费啊。所以说你说他这个一技能很容易死，但是如果我操作非常灵活的时候，你打不死我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兵线射过来，打到 Max 看起来是蛮难逃的。哎，这边还要来干那个辛德拉，辛德拉这波有闪现。要闪现，刀闪，哇，伤害还是够高，回头一个 Q， 漂亮啊 ，nice， 这波 snap 是被换掉，而且胖将军是被青钢影大在圈里面，哇，这波 MVP 居然是打赢了 ，snap 的一个 TP 绕后，没有想到是给 MVP 抓到了机会，嗯，哎，说到闪现，这个青钢影的一加闪现配合也很恐怖的，对的，哎，这边 snap 想搞事，但是 max 来了，很尴尬呀，这个时候谁？只有一段一技能 W 定住，定到了，要死了，那 snap 尴尬了，他这个出装确实一旦被控到，没有机会。防装还没有出，他没有防装，而且他没有很脆，他没有魔抗。哎，不会要翻车了吧？这一盘就没有纯粹前排的情况下，我又被唐姆开车，唐姆开上来，闪现给虚弱一填，胖将军没有闪现，但是被减速到了。要硬盖了，要硬盖了，肯定要盖了。一个大招，胖将军直接要被杀了吗？这边吃了一个蛤蟆，先死了，还没有死胖将军，胖将军又活了。一打三，什么情况 ？KT 的支援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胖将军比想象中的肉，再加上这个虚弱。两个虚弱保他，哇！这一波 MVP 开车了，马塔这边有双招的一个，哇！直接掉闪现，非常果断。辛德拉有点远，有点太远，晕到了吗？直接给大 Scout 的闪现交的很好啊，他先把阵型给拉过来了，但是 Scout 这边还是被辛德拉直接秒掉，大招是给了胖将军，胖将军被打退，一个箭是射到了 Max 是把青钢影含在了肚子里面。哎 ，Max 这边出了一个水银，这个出的很关键。是的，这波没有打野啊，打大龙视野没清干净，但是没有打野的情况下，看一下 KT 不打算让，这个大龙谁的？蜘蛛拿下来，但是胖将军这边的血量有点低，挂了一个虚弱。哇，这边后排被推了一下，第一时间上没打出来，青钢影跟蜘蛛都挂了。Depth 跟胖将军这边状态还可以，胖全身都是护盾，哇，中塔。中路的二塔 KT 还是不打算轻易的相让，但这个时候青钢已经通过下路的兵线带过来了。这波胖将军要开车，一个大招直接大到了 Max，
麦子水晶解一下 ，snap 被，哇 ，snap 被控的动不了啊！你看这个鳄鱼，三秒钟没有动过，青钢鱼要进来了。这时候判断力怎么办？没有双杀的胖啊！哇，直接杀胖就可以了。哇，哎 ，dab 在旁边这一枪竟然是穿过了，这死鱼之殃，这没办法。哇，这样的话可能要上高地了。Scout 也被大到 ，W 又定到了，他们的控制真的是源源不断，想跳出去真的是痴心妄想啊！又晕到一个人，闪现一闪 ，Mata 被晕到，下过来咬一口。哎，这波有机会一波，一波，哇，有大龙，这个控制链太恐怖了。他们这个控制链真的是源源不断，真的是永动机。哎，这波兵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有了，一波了。这边青钢也可以回家，然后 TP 保一个兵过来，是的，还会再续一波兵线。我的天哪！哇，这波 KT 其实开得很果断了，看 ADD 在下路带线，立马开。但是还是就是我们说的，这控制太恐怖，鳄鱼在中后期动不了。嗯，他真的三秒钟没动过。MVP 今天的 BO3 的首盘就直接给了 KT， 可以说当头棒喝。哎，你好像全胜哈。看 KT 的阵容拿的就非常的舒服。我还在想青钢影会不会打辅助，感觉想多了，想多了。别吧。现在在辅助位上拿什么？哦，这个还这么拼的吗？这个真的好拼啊 ！MVP 的阵容，我觉得，哎，这个队真的是清流，我跟你说。单排，这完全就是个单排。MVP 这个阵容的话，没有任何的一个硬控啊，和上把，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一支清流战队，我这个过来干。他们的走位包括，哎，这波要直接开大了，这个开大转过来了，哎，这波有点尴尬，这要出，这要死过了呀，两个小闪现，哎，这波过来直接被挂个虚弱，哎，这波不好说，他，胖也敢过来，哎，这处理他可以，这个虚弱很完美，这一波的话，知道了，是 KT 没有拿到东西，没有射线，他要往下面一点射了，然后等小兵过，哇，两个要追来了。追上来被挂个虚弱吃进去，这边被晕了一下，大招甩出来 ，Dev 的差一下，火男大招，哇、哦，火男被动，抱歉，火男是直接是炸死了蛤蟆，没错，但是 Dev 都活了下来，但是要隐开了，哇，今天 KT 的想法很简单，我就把你上路打，哦，在贝特吗？闪现过来打了，蓝博是一个过热状态，完了，被减速到以后跑不掉啊，狮子开大招往后拉，胖将军走了一半，发现好像也没啥机会，主要也是过热。看到了，对他这种出装就是成型。哎，潘将军要开车了，说这次开在后面，这波聪明都没有闪现，没问题，不了这一波应该跑不掉了吧？哎，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，那这样的话，对方四个人过来，对啊，你出动四个人力，然后被反换一个 ，KT 这波不能说是很赚的。张野这个时候，他这边是不在意的。哎，哦，这波哇，这个伤害直接硬吃。哎 ，Snap 这波自己感觉好像亏了。但是队友来了 ，Mata 只是一个蛤蟆，小蛤蟆要舔红。哎，不过这边狮子头赶过来，这螳螂单挑。这波的话，稍微可以支援一下 Scout 开 W 回血，哇，还是换掉了，被 Beyond 单打砍死了。趁机这段时间会不会有点着急啊？这一炮没有打到，精细。对，他们抓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信息。哎，这波开起来要杀 Mata 差一下，直接被 Maha 点死。这边 Scout 的话，开启一个 W。往后拉 ，snap 这边的话 ，snap 这波，但是自己这波是没有大，但有个金身，这个金身出的非常的及时啊，自己要被换了吗？差一下 ，ADD 配合大嘴是拿下这个人头，但这个时候蓝，这个杰斯能不能跑？那这的话这波是一个二换二，哇，又来搞 ADD， 哎，你这个就慌了呀，这个有点尴尬，不过这波螳螂赶过来能换吗？换了一个，哇，这个烤，哇，好爽啊，太痛了，这一个高温烧烤。哦，兰博直接先手大了，马哈这边没有闪的呀，马哈尴尬，好尴尬，火男闪都闪不了。这盘 MP 的上下两路应该是被打穿，上一盘还是牛，跳上来想要硬打兰博，没有让对方有惊讶的。这边青钢影过来稍微分割一下对方的阵型，出一头马塔，减速盖大招，哦，杀掉兰博，开金身，哦哟，差点烤死，反杀，来，很慢，很慢很慢，是的。大招又开车了，又开车了，双开船，一样的被清到死。兰博大招，但是马哈这边能不能换将？没有，挂了个虚弱给马哈，马哈也是拉到高地处，这边还要选择打。哎 ，ADD 进来要杀 Deft 这个时候很尴尬，找一个治疗，哎，继续往前追，这一波感觉会不会要送了？又碰到一个，哦，到家了个闪现，哦 ，W 踢到，漂亮 ，W 踢的漂亮，这波 ace 了，漂亮 ace 了。SLAM 这边还有中亚吗？亚被晕住，中亚应该是 CD 的。哎，他应该用吧？刚才要有中亚的话，还可能突然就这什么情况？大礼包，团灭大礼包啊！太想杀马哈了，对，太想杀马哈了。哎，
这边有机会啊 ！MVP 这边扛龙扛得很残啊，手榴弹在这里面会发挥奇效呀！比昂的这边满血冲出来，我比昂这个比昂别！比昂真的是革命烈士啊！他一定要这样的呀！不这样做，这比昂的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！这个比昂的，我天哪，我都哭了！他队友哭了，感动笑感动天！哇，这个很清楚啊，打不过啊，兄弟！法刚先，哎，戴维的这个血量有点低了，被打了两下。这要开了，要开了！兰博直接被秒。他其实在欺负对方没开团，没有理由说对方已经要把二塔推完，你还站在二塔下面。这边的这边也没有蓝啊，这个高地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对，这边状态很差，不敢跳上去吧？哇，这一枪打到了 Beyond， 闪现过来，铁来了，要慢吗？要慢，没上来，最后开了个门。哇，这边一招，这边风龙会不会立功啊？麦子要慢，麦子要慢了，强行换一个，漂亮啊！而且还炸死了一个，但是没有人要过来，准备不要过来，有大招。哇，待会儿在侧面进不了场啊！这样子这边很尴尬，而且对方还有大的，但是 Snap 来了，传太后面。Snap 有大招了，这一波 KT 有机会。Snap 大招放怎么样？看一下，先直接撒大，把对方的阵型隔开。这边一个一闪，截图的 Depth 要杀 Depth， 但是直接被一个二刀 Q 秒了。啊，待会儿待会儿。Snap 是一个红包也死 ，ADD 能烫死吗？没有 ，ADD 居然活了下来。哇，秦刚你这个一闪太恐怖了。哎，不会。不会一波了吧？二比零吧，二十秒，十五秒，是大嘴啊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哎，这 KT 这一波居然被小兵打了一个 ace， 小兵有点不错。他传哪里了？哦，他传后面了。哦，那机会还比较大一点。有了感觉啊！比较那个，哎，不会，说不定，哎，不，没兵线过来，说不定这边玛塔出来了，玛塔活了，玛塔活了，赶紧跑！哇，差一点。这边开启大招了，应该能留人了呀！要留一个，瞄准玛塔炸掉。ADD 这边没有闪现绑住，两个人换了一个门牙，哎，走都走不了了，两个老司机。但这波 KT 还是血亏，丢了一个门牙一路，然后又一条打了个 ace， 又是条风龙，三条风龙感觉很凶啊，风龙收益很高啊。他们这个阵容，三条的很强，好吗？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最依赖就是风龙，很需要风龙，他们手很短，因为就是他们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机动能力，然后开不了团。这个位置 Snap 一个大招，怎么说？哇 ，Snap 这个大招，但是核心点不在啊，蓝方被秒了。春哥站出来是青钢影 ，Max 这边闪现过来给胖将军，哇，胖将军这边开始近身，感觉只能等死了。这边近身非常过来，哎，还行，跑了，没有炸到。那这样的话是打了一波二花二，这边带我的反正开大，两狙狙到 Maha， 这应该是死不了。哎，这波 KT 已经止损了，我本来感觉很危险。我也觉得 Snap 那个位置大招会放得很好，位置还是太完美。但这一波的话，下路兵线很差。还这个你要去守的话，大龙这个对这个大龙始终是要被对方拿的，我觉得就开了，突然就开了，这一波的话要拼一下，戴夫的血量往后，这边要抢龙了吧？杨的这边闪现，闪现跳走了，而且下路水晶也没了，哇！闪现过来把龙抢了跳走了，哦，这波大招开的不错，这波大招开的可以。思考这边又开启大招来，但也只是一个开车逃跑呀，杨的也太潇洒了 ，ADD 要带。进了呀！再打的话，这波开车过来要强行打了，那这样的话还不错，把对方的辅助一个火男很重要的输出点给秒了，能换一个打野。Snap 这边跟 Beyond 的单挑，这边 Beyond 应该是打不掉了。是的 ，ADD 这边走到一半踢到这里 ，ADD 现在应该要留人啊，对方没有大波 buff， 回得很慢。这波没有上来帮忙留吗 ？TP 了，啊，真的结束了游戏，踢完了对吧？哦，又要上来开大了，这边又是一波开车，有没人过来？是一个兰博，兰博开大，中亚没有出来 ，ADD 直接打了胖，胖这边还好有玛塔，这边火箭可以闪现又来，火箭直接给技能，哇，这个火箭大招弹起来，这边 Beyond 先被秒了，前排是一个谁？前排是个狮子头已经躺了，大嘴的输出很强，这个火箭处理不了，又要一波了吗？没有门牙的呀，一个一闪，胖将军倒了，真的游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，结束。MVP 二比零 KT， 万万没有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这真的是个大冷门了，做梦都没有想到。Delft 这边独木难支啊 ，MVP 二比零 KT Roasters 打得漂亮，怎么回事？打得漂亮，这盘我只能说中路那波开车开伤了。对啊，你想起来没有？前面 KT 非常的顺，大概领先几千经济，然后中路开车开到别人高地那一波。直接想上高地杀大追大嘴，追不上嘴，对的。输出是那个每分钟输出是吧？每分钟660，哦，很高啊，660 carry 啊，660中路啊，每分钟660，他应该比杰斯输出高。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第一的，他后面两波团战，你看他那个大招，对他比大嘴输出高是真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第一的。